们这关比较简单啦，他讲你猜，他讲我猜，对，他讲我猜，但是他要用台语讲。好，那我们要三分钟要猜对，猜对五题就过关了。对，三分钟计时开始，开始第一题。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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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怎样？耶！我急啦！耶！这不是台语啊！欢迎收看《孩子们秀体操》。耶、yeah,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棒的企划，为什么是我们开场呢？我们是谁？不重要。那就是今天是一个艾森教练的生日，是他平常带我们也是算奶茶啊，不对，奶茶啊，不对，不差啦。对，那我们有准备蛮特别的一个惊喜要送给他。我们准备了很多关卡跟游戏，然后总共五关吧，然后就让他玩一玩去闯。小惩罚就是会教他做一些平常教大家的一些动作来示范，希望他可以玩得非常开心。那我们准备去带他 go。他好像到了。哎、欸，想不到吗？对对对。我们先做一下安全帽。你睡觉了吗？我刚下班。那我们出发吧。去哪？等一下。Go！ 等一下 ，Go Go！ 等一下干嘛？等一下就是会准备一些你平常很难想象的事情。小心小心，现在是要整我？今天会让你值回票价。OK。到底到了没？我已经走十分钟了。快到了，我们已经接近主场馆。我们到了第一关，来拜见我们的第一关关主。耶耶！好，那我先来讲解一下第一关是什么。这杯是什么？这杯是很恐怖的饮料。可以吗？反对。等一下，我们要喝完这杯之后，利用这颗篮球，就在胯下一直交换，三十秒之内要三次。就在胯下一直交换，三十秒之内要三次，也总共要十次。三次，十次成功。脚没有成功就接受惩罚。准备好了没？是喝完然后运球。对对对对，准备好了吗？好，预备，开始。喝下，喝下，喝下。哦，好，来，准备，赶快，来 ，Go！ 一、二、三，好，剩五秒，七、八、三、九、二、十、一、停！哇，失败，超过了三十一秒。对，没成功要干嘛？没成功就惩罚，惩罚是我们倒立走过去下一关。什么啊？对对，准备惩罚好了吗？好，那就预备上了，来上，很。哇，我们教练真的是很厉害啊！好，我们到下一关。我们是第二关的关主，来介绍一下你的任务。我这边呢，袋子里面有三瓶酒，你要用盲的方式喝三瓶酒，你要猜它是猜味道吗？猜它是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就好。我跟你讲，三个牌子，一个是霸，一个是百威，然后一个雪山。然后你会不知道它牌子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沾，你可以不用喝。我应该可以。对，好，来第一瓶是。我已经有点晕，我沾一口就好了吧？嗯。好，我觉得我可以。第二个。第三瓶，这个好，应该可以。好，我拿一瓶猜一瓶。这是第一瓶，这是百威。第二瓶是雪山。哎呦，第三瓶是霸。来，第二瓶你再品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二瓶百威，再一次。雪山好了，雪山。第三瓶，第三瓶是霸、啊，第三瓶味道比较重，这是霸。好，霸。我们直接从第三瓶来看，第三瓶是什么？霸。揭晓。干。第二瓶。你有换顺序吧？没有吗？没有啊，完全没有。确定？对。看来霸是哪一瓶？第一瓶。第一瓶。第一瓶。有任务失败了吗？对，任务失败。处罚是什么？惩罚是什么？来，慢举倒立六个。可以分腿吗？可以。一。哇，标准！到底有没有换位置？没有，我爸是绝对没有换位置。还有啊，好，我已经有点晕了。好，那我们往第三关走。下一关 ，Go！ 接下来到了我们第三关，两位美女关主，欢迎你。耶！第三关的名字，你先看一下。我公有狗腰。我会不会？我公狗有腰。我有。我有公狗腰，公狗腰是什么？这样吗？为什么有皮带？皮带就是抓到了。那等一下呢？就是扶着这个。傻小、啊。
你是要我拉起来然后接他吗？对，把这个呢甩进去这里面。准备好了吗？等一下，你有试甩过吗？啊，试甩一次，有进去吗？一次甩一次。好，我先试一次。好，我帮你练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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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腿上水平，八秒，停八秒，二停。我们现在要教的是二停，几秒？处罚还不忘教学？屁呀，八秒，八秒。我自己教学都停不到三秒，你要叫我停八秒？三秒啊，好，五秒，五秒，五秒。会数快的，没有了吗？你上我就开始。好嘞，预备 ，Go！ 一二三四五，好下。哇！蛮标准的，蛮标准的，耶！结束了吗？来，满意吗？我们还有几位，这个故事是怎样？我们还有几位好朋友，就是也想要祝福你啊。你到底带了多少关？我们接下来往第四关 go。下一关是什么？先提示一下。我们刚刚看完两位美女，接下来有两位男神在等你。第四关，我们的关主，耶！欢迎我们的关主，耶，土哥，耶，土哥。这关有两个关主，对，这关会有学弟会配合你，所以是双人合作。就是你们两个人来介绍一下关卡。我们这关比较简单啦，他讲你猜，他讲我猜，对，他讲我猜，但是他要用台语讲。台语超强。A K 南山高丽菜，自己 support 你。A K 南山高丽菜怎么讲？讲啊！台语超强，超强，超强，超强。讲啊！好啦，那我们就计时。三分钟，对，我们要三分钟要猜对，猜对五题就过关了。对，三分钟计时开始。第一题，两个 AD， 两个 AD， 几个几个 AD， 几个动，几个动动物，几个动物，耶，动物，一动作小慢，小慢，好慢，好慢。两个 AD， 快侠，小慢呢，小慢 ，ED， 乌龟 ，ED， 速球，乌龟，快侠，杜兰。第四个是那个男生女生火车便当，你答对两个，第二题还是有直接等面。第三个是什么？老牛教官，你还是要接受惩罚？讲一下惩罚是什么？就在这里大 V 字标准十五下，你是应该要做十四下，我做五下。Let go。十五秒了，我们谢谢第四关的关注，希望你可以从这关到最后一关的时候都开心。最后还是小夸 ，Action Ben Day 了，很成功。最后一个朋友，祝你出吧，好不好 ？Go Go， 我没有一关赢过的。好啦，那最后一关希望你有把握一点。OK， 最后一关，怎么又看到熟悉的面孔？关主又是你，你不是哥吉拉吗？我们第五关的关主，我们又看到你，绝对 carry 你。第五关关主，介绍一下你的关卡内容。第五关就是我们会唱。就是我们唱其中某一句，然后你要接下一句，你只要有接到下一句，可以啦，太难了。我们直接让你过，五首要送三，送三句就结束。对对对，哥吉拉没有歌吧？
有。准备好了，第一首。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没啦，哇，这不是一句吗？好，之前要更简单一点。第二首，我不哭泣，我不逃避。我可以直接猜主唱吗？不行，再一次，再一次。我不哭泣，我不逃避。当当，不行，不行啊，太难了。不会啦，可以，你不哭泣，我不逃避。我可以再接下去，你继续唱。好，那我们再唱一句。我不哭泣，给我一杯酒。好，我知道，我知道。再给我一杯酒，给我一杯酒。哎，酒拿来，酒拿来，酒拿来。第三题，这你最会，这你绝对会。放个屁都香香的啊！香香的，香香的。歌这方面没问题，一首让你嗨，哒哒哒哒，对，嗨，强好，强强强强强好，最后一首没有，第四首而已，好，第四首，那我已经对两首了，对对对对，街头的兄弟很饿，街头兄弟很饿，街头兄弟很饿，很饿，真的饿，很饿，给我一碗卤肉饭，对，失败。是什么？沙是程咬金。我最后一个呛死吗？最后一个呛。第五题也是你最后一题。我们踢，我们踢。这太难了。我们踢，我们踢。我为歌在爱你。我只会飞龙在天了。OK。还有机会吗？加分题吗？我们唱下一句，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踢，我们踢。干杯，当爱兄弟。哥哥爱你，哥爱你吗？哥哥爱你，哥哥爱你，再爱你，再爱你，再爱你。那我们第五关还是闯关失败，有惩罚。我们的关主这一关有什么惩罚？我们的惩罚就是原地转十圈，然后十个连续惩罚，十个。马上执行我们的惩罚，预备 ，Go！一二三四，来了来了，吃饭吃饭，一个两个，有线有线 ，last 有线有线，哇，好像看起来好像很 OK 吧，蛮清醒，要不要再一个后空？要耶，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再一个后空吧，加吧，那先学一次歌曲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成功成功耶、yeah! 结束了吗我们进入最后一关干了Go 我们的艾森教练最后一关是我们的神秘关卡艾森说六关对啊那等一下我们要蒙上眼睛接受这个神秘的一刻好不好不好准备迎接最后一关天黑请Go 迎接光明准备好迎接你最后一个那个神秘关主嗯好吧来 Go 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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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吉拉吹法好哥吉拉好谢谢生日，好，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艾森秀一刀，我们下次见，拜拜。